李宗盛隔空推唱林忆莲哽咽，柯P捧场惊人语，您看电视。啊，我的妈呀！哇，柯市长你才怎样嘞？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娱乐版面？是，我是被倪匡华拜托来的。欸，你是自己买票吗？我不晓得，倪匡华送我的票了。他说你要增加文化气息。我说我结果在家里看电视了。那市长之前不知道李宗盛吗？还是知道？知道了，我知道他跟林忆莲是。还是来增加文化气息好了。教父李宗盛昨晚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骑着94CC 16年的老多拜出场，从头到尾只着同套衣服表演，这还是去年演出时的秀服呢。我并不知道我做得不好，我并不在乎我做得多少，两晚开唱，多吸引满场粉丝朝圣，吸金5500万，扣除演唱会成本后，李宗盛将所得捐给花东门诺医院。他在演唱会现场也和歌迷们闲话家常。我待会如果碰到熟的歌，就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唱。哦，反正现在坐在身边的，你不见得是当初的那个，是吧？李宗盛现在还能谈笑风生，但下一刻就失手了。真的要断了过去。苹果娱乐新闻，那林忆莲报道。